现在进行国事论坛，每位委员发言三分钟。首先请吴委员自扬。主席，各位同仁，农委会公开招标的加强农业讯息因应对策计划，总预算达到1350万元，平均每个月花超过100万元。到底在做什么事呢？农委会表示，这是为了对抗假新闻所成立的单位小组。但是，当委员要求农委会提供相关资料的时候呢，他竟然以这个关系到厂商的智慧财产权为由，没有办法提供，这就怪了。政府立法院本来就是要监督农委会的，你这样子畏首畏尾、扭扭捏捏、东藏西藏的，本席想问，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光的弊案在里面呢？农委会的主委陈吉仲开直播澄清，他举了许多过去他受到假新闻受害的这样子的例子，他却从来不敢提到农委会编列这么高额的预算是否有他执行的成效。其实农委会本身就有他的秘书室、公关科等对外的发言单位，行政院也有假新闻的澄清中心，难道这些单位都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对抗所谓的假新闻吗？前些日子炒得沸沸扬扬的文旦的新闻，也没有看到农委会积极的在第一时间出来澄清呢。农委会应该要交代清楚，千万元的预算到底你澄清了哪些假新闻，你在哪些地方做了澄清假新闻的事情。编列如此高额的预算，也无法真正有效的打击假新闻。我们要求农委会，你把这样子的预算，你分配到实际能够帮助农民的这个部分，做一点实际的事情，脚踏实地的照顾农民。最后，我要再次呼吁陈吉仲主委，不要再躲了。你对这个经济委员会请假请假的，为了躲避监督，乱编请假的理由，这个让我们所有的委员非常非常的气愤。我们也请农委会一定要提出结案报告，说明这个案子的执行方法跟效益，勇敢的接受国会的监督。以上，谢谢吴委员。下一位，我们请孔委员温吉。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安。最近农委会呢，主委陈吉仲常常责怪媒体，他们都认为这个我们的新闻报道都是假新闻，甚至于责怪中国的网军来操弄这个假新闻。那我这边是要特别提出来，嘉义县的凤梨价格惨跌已经一个多月了，我们的陈主委还搞不清楚。他说这个价格很正常啊，但是嘉义县的农民都说已经一个多月价格惨跌，农民叫苦连天。那主委说这个是假新闻那现在甚至已编了网军也养了很多小编这个美编还有影音编辑，要澄清这个农业的这个假新闻。所以我想请教主委，你到底了不了解现在农业的问题在哪里？前几天我在经济委员会担任招委，主委说他要出国要拼经济，但是事实上呢，他请假的理由是几乎是欺骗了本席请假的理由是要到屏东县要去开这个凤梨的这个一个促销的这个记者会，那造成我们国民党的立委非常的气愤，所以当时就把他当天呢就赶到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来接受我们备询。我希望农委会的主委要了解，你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农业
农民啊，可以说都是受苦的。你不能因为这个农产品价格卖得不好，生产量过剩，农产品价格崩盘，农民血本无归，你就责怪媒体。你应该要检讨一下啊，我自己本身，你自己的农委会的各级的二级单位，他也没有尽到最好的责任。昨天本席到嘉义县阿里山乡去考察我们原住民乡镇的农特产业，几乎啊，农委会的二级首长都没有办法参加。现在农委会的啊螺丝已经松动了，诸位，你真的要好好督促你二级单位，包括你的水保局、林务局，还有农粮署，到底有没有尽到责任？为什么本席要安排到阿里山乡去考察农业？你们二级单位首长都要跟我请假。所以我在这边，特别是要跟建议主委，我们现在原住民农业的问题是农路的问题。我们农民原住民的农民说都没有农路，希望我们农委会的水保局能够把我们原住民的农路跟灌溉用水啊，能够把它解决好。阿里山山葵是国宝级的产业，林务局几乎是完全要把它铲除殆尽。山葵产业，我们国宝级的企业应该要想办法。谢谢孔委员，下一位请江委员启程。江委员启程，江委员启程不在场。下一位我们请林委员易华。主席和各位媒体，大家好。坚持司法正义，反对特赦贪污总统。赖清德前院长日前提出当选要特赦贪污犯陈水扁的事情，本席实在感叹，民进党要践踏司法到何种地步？如此为了选举赤裸裸的政治交换，大家回想当年红衫军是怎么要求陈水扁下台的，全国人民对于贪腐深恶痛绝，结果竟然民进党总统拟参选人可以选择的与贪腐做交易，真的是野心诱人沉沦，权力使人腐化。根据进入网络媒体针对阿扁特赦做民调，调查近5000人，有高达4468人投下反对票，投下赞成票只有332人，比例相当悬殊。再根据2017年9月中时民调中心的调查，有关政府应让陈水扁继续保外就医或强制返回中间执行处罚时，有41.4%受访者表示应强制他返回中间，支持继续保外就医的比例则为32.6%，更有超过52%的民众反对特赦。过去到现在，不管民意调查怎么做，民众还是大多数反对特赦陈水扁。以目前状况来说，陈水扁比起其他受刑人已经享有很多的特权。一个犯人保外就医，却不断挑战民主法治的底线，多次以职能治疗、心理治疗为理由，一下出席公开活动，一下在脸书与外国媒体评论时事，更替自己的儿子辅选录影，取巧不上台，现在又操作立委补选的弃保，如此活跃的保外就医受刑人，已经让台湾的司法成为举世笑话。而对于违反保外就医的行为，国人已经相当礼遇与忍耐，也快要忍无可忍。现在民进党总统拟参选人竟然公开主张当选要特赦一个贪污犯，如此荒谬，这完全是错误的法治教育，也跟政府反贪肃贪的政策完全背道而驰。如何还能期待未来他当选后怎么去建立廉能政府呢？根据宪法第40条和特赦法赦免法第3条的规定，特赦是针对已确定判决的犯刑人免除其刑罚执行的赦免措施。
但是以目前陈水扁所涉及的案件，还有五件目前在高等法院 台北地院庭审中，包括国务机要费1.5亿元的贪污案、二次经改收贿4亿元及洗钱案、教唆马永成、林德逊伪罪案、卸任后侵占1.7万件机密公文案，还有陈敏君买官1000万元洗钱案，这五大案尚未判决确定，根本不合特赦条件。陈水扁从来没有认错过，也没有有所悔悟，也没有缴回贪污所得，所以我们反对特赦陈水扁。谢谢林委员，下一位请曾委员名中。主席，各位同仁，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请各位委员支持自由经济特区的条例草案。我要为什么要大家支持这个法案？因为台湾面临的经济挑战非常的严峻，包括国际经贸网络被边缘化，产业结构升级面临瓶颈，人才外流极为严重，长期低薪的问题期待解决，期待政府还有立法院拿出相关的办法。经济特区的理念包括自由化、对外资扩大开放，以及人员、货品、资金移动自由化，前瞻性选择既发展潜力并能产生多元效益的产业作为推动的重点。第三，国际化法规及行政措施与国际接轨等三大理念。经济特区的内容包括自由化、改变法令制度，包括人才流动、外籍专业人士来台工作限制能够放宽，而且便利进出、货品的流通、物品原则自由输入，以及货物仓储检疫加工免税、关务的创新、简化委外加工签审的程序、使用电子账册取代实地的查核，以及提供夜间的签审服务等方式来促进产业的发展。有关前瞻性的部分，结合产业优势，包括智慧物流、金融服务、国际健康创新、教育创新、农业价值等产业，并创新营运模式。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政策目标是希望实现货出得去、人进得来的目标，全民拼经济，改善低薪。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草案通过之后，让台湾整个自由贸易的特区的目的是希望由点到面，逐步推动台湾迈向自由经济岛，融入世界的经济贸易体系。另外，为了台湾经济的长远发展，必须有新的思维做法，我们提出办法跟对策，呼吁在野党的委员一起来拼经济，让这个草案能够尽快通过。另外，我要跟各位委员报告，这个草案没有对陆资特别开放，陆资的开放必须回到两岸关系条例，由经济部会同相关主管机关审核通过之后才可以开放。所以我在这里很诚恳地呼吁民进党的委员或者蔡政府，不要刻意抹黑这个草案。这个草案希望让台湾的经济找到新的出路，找到新的出口。再次呼吁，希望在野党还有执政党委员一起来推动。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曾委员。下一位，请吕委员玉林。主席，各位同仁，近日内政部有传出来，要从明年起要换发新式的身份证，在目前的研究方案当中，却打算要把现有的身份证上的中华民国的国旗来移除。是代我们的国旗是代表国家，是国家对外宣称的一个象征，因为有了国旗，我们才能向全世界宣布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当国旗冉冉升起的时候，身为中华民国的国民，我们都会因为国旗升起而感动，因为
它象征着是我们对国家的认同，也是身为中华民国国民不可撼动的骄傲。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彼此有各自的立场跟想法，可是谈到国家的认同，提到中华民国，我们都应该一致要对外拼尽全力去捍卫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旗，因为有中华民国，我们才能够在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因为有中华民国，我们才能够免于敌人的威胁，因为有中华民国，我们才能够无忧无虑的自由的权利，所有的一切都是中华民国。现在蔡政府却想方设法的要将中华民国抹去，要将中华民国的国旗抹去，不论是在国庆四处藏国旗、美国的双向圆、国徽的消失事件，现在则是要让身份证上的国旗来消失，他们却忘了，他们坐享着中华民国给予的高薪，他们有着中华民国政府官员的身份，他们有着中华民国给予他们的权利，这样的做法本席是非常的不同意。所以最后本席要在这边大声的呼吁，请爱中华民国，请爱中华民国的国旗，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的国旗。谢谢吕委员，下一位请黄委员招顺。来，请黄委员招顺。好，来。那个工作人员帮忙一下啦，招顺委员，你可以上台，让他们用，让他们处理就可以。院长，各位同仁。我想蔡英文政府现在只要看到韩国瑜就发抖，从自由经济示范区一直到昨天他要出国，都不忘记我们高雄市政府应该要怎么装修。可是我要提醒蔡政府，去年的选举我们在整个国所有的造势场合当中，我们的共同语言就是这一面国旗，我们在国旗飘扬的过程当中展现了我们的力量，展现了人民的力量，让全国16个县市都让国民党重返执政。可是看到蔡政府临出国前到现在，包括内政部，包括国发会的主委，国发会的主委怎么说我们现在他看到的身份证，他说在3月18号，他说我目前没有看到新的身份证上有国旗。内政部长说到现在还没有定案，还在研讨，可是以前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并没有国旗。本席在这里要告诉大家，认同中华民国主权、宪法跟国旗是目前我们整个全国人民最大的共识，全国人民最大的公约数。我们要换身份证大概有几项事，第一个就是经济，大概要花了将近有，如果是纸本是10亿，如果是晶片大概要40亿。我们质疑蔡政府，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在换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把自然人凭证、健保卡跟身份证三合一？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提出来说我们没有国旗？所以本席质疑蔡政府，是不是为了统独之争，为了明年总统的大选，又在做这些意识形态的表示？本席再一次的提醒蔡政府，认同中华民国主权、宪法
以及我们的国旗，现在是我们所有人民最大的公约数。我在这里再一次的提醒，去年九合一的选举的结果已经非常清楚的显示，所有的场合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一面国旗。所以我在这里非常严肃的告诉蔡政府，我的身份证，我们的身份证要有中华民国的国旗，我们的身份证要有中华民国的国旗，我们的身份证一定要有中华民国的国旗，很重要，所以说三次，请政府重视，谢谢。谢谢黄委员，下一位请沈委员致会。院长，本席认为，民进党的酒驾零容忍，虐童人神共愤，从上至苏贞昌院长，下至民进党党团，都在打假球骗选票。沈智慧已经看破民进党的新三步打假球：第一个，委员会不排入议程，即便是我在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已经排入了这个酒驾再犯致死者最高可处死刑的提案，但是民进党所控制的司法委员会召集委员就是排这个不排这个法案，召集委员就是不排这个法案，至今延宕。看，眼看着民进党的行政院也要提出保安本。到今天一个多月了，所以我们再看所谓酒驾零容忍，根本就是打假球，这是打假球之一。第二个，在审查会中被保留条文，这是打假球之二。本席在这个司法委员会也有提出虐童致死者最高刑责判处死刑，这个条文也被保留下来，至今未协商，这也是打假球之二。第三种打假球的方法，就是已经出委员会协商完成，但是民进党党团不送进院会完成最后的三读会，这就是这两天这个礼拜周二的时候，为什么许多的委员在抗议的，就是民进党为什么不把交通道路交通处罚条例针对酒驾的相关的法案已经完成协商进行三读，这就是把法案挡在院会之外的打假球之三。本席在3月15号总咨询的时候，曾经针对酒驾者不得再担任中央及地方首长、副首长、政务官、机要人员，以及一般公务员犯酒驾者不得升迁，咨询过苏贞昌院长，我还记得苏贞昌院长说不赞成。苏贞昌院长却在自己的脸书上说，酒驾致人于死等同杀人，这句话听起来是非常的刺耳。所以上至院长，下至党团，酒驾零容忍是打假球，虐童致死也是打假球。所以我们看到了民进党的虚伪正义，蔡政府最擅长的就是制造正义的口号，把正义挂在嘴巴。但是我们今天要跟蔡政府、跟民进党党团要提出来，请你给我们没有酒驾生活的司法正义，给我们没有酒驾的立法正义。这个部分，请你们注意，正义、正义再正义。谢谢沈委员。好，会都会列入公报记录。下一位，请同委员惠珍。院长，各位同仁，大家好。
农渔业的发展关心着整个台湾的国计民生，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近来执政党呢认为有许多人在网络上散发不实的消息，所以影响了，因为这些不实的消息，所以影响了农产品的销售下滑。那因此农委会居然扎了1450万，准备要请超大概4名左右的小编啊，至少4名的专业小编来进行什么呢？农业讯息的因应对策计划。然而用这么多的钱1450万来招标，让人家觉得很奇怪，农委会是不是要雇用网军来带动舆论啊？虽然农委会的主委陈吉仲有告诉陈清说他绝对没有养网军，但是本席要提醒陈主委，农委会本身就有对外的管道可以发声，行政院也有新闻的澄清专区，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撇除这些正常的管道，然后来花那么多的钱来回应假消息。再加上本来农委会农业部分的政策就有它的专业性跟它的复杂性，那么针对这个应该有专业的人来回答，那你用一般的网络小编来回答这种专业的讯息，我觉得很难相匹配，也让大家不能够相信而不能信任。所以再加上这每一位小编的薪水高达158000元，如果你这样子除下来的话，这个薪资远高于他现在社会一般的这个专业小编158000每个月哦，所以显然这个职位是一个大肥缺。那农委会是真的要防止假讯息的传播，还是要花大钱买网军，是为了维护政府的形象，要让他的这个今年年底明年年初的选举来造势啊？这是我觉得还要向社会大众来解释清楚，帮农渔民服务，争取更多的订单，严厉让农产品的销售量提高，增加农渔民的收入。我觉得这是农委会的重要的职责所在。可是如果你是为了帮执政党来拼选举，这才就是不务正业，而且你还用这么多的钱来带动网络风向，我觉得他严重失职，所以呢，应该受到全民的谴责。本席要求行政院要确实监督他下属的机关是不是在浪费人民的纳税钱，而他们袖手旁观不管。那农委会针对了这么多的这个声浪啊，质疑的声浪，他虽然不断的开记者会，不断的用网络直播，但是本席要警告陈主委还有蔡总统，透过直播跟这个方式，也许短期之间可以平息大家的这个网络的关注。可是呢，农委会的正职是什么？农委会的正职是要拟定正确的政策，认真的执行业务，能够把所有的农渔业的产品销售量带起来，让农渔民获利，才是真正赢得民心的关键。不要再去玩这些小手段，让大家看破手脚。从去年九合一大选，大家就已经看到了，这些政策都是不会赢得民心的。提醒蔡政府还有农委会主委彻底注意，谢谢。谢谢童委员，下一位请林委员德湖。大会主席苏院长，我想，台湾社区医学协会理事长、全民健保药品共同拟定的一个会议的一个代表，里面发表了说，有外国药厂告知，由于健保这个砍药价，以致没有利润，那将退出台湾的市场，看起来好像是大家的损失，但其中啊，环环相扣，匪夷所思啊！因为身心药品刚进健保时，一颗28元以上的这个药价，到目前降到4元多。要是说没有利润，那么过去啊将近7倍的这个价格，利润之庞大，这就是药价黑洞的证据哦。那其实哈，健保署每一年呐都这个有药品管理的一些措施，为药品总额规范，另一项就是药价的调查。所谓药价的调查，就是依据全国药品申报之使用量来调查该品项之成本价，而健保署以调查结果来调整整个健保给付。经过多年呐、多次的调查，现严格要求这个品项均要落实的去申报。那这个药商啊，这个跟我们很多医院在议价时，给予5%到10%
但的利润，但是对大型医院，由于采购量大，甚至于啊有30%以上的差价价差，如此这个大差的这个如此大的这个差价，调查完后，健保给付这个给付价，就一对大型医院里厂商来说，就是要对地区医院来说明，明明付的高，却硬是一刀要挨刀，非常的不合理。这当中既得利益者、始作俑者，是这些开花的这个云花的厂商，为了利润啊，回了大医院，哦，那如今受到自己人，因为我们都希望说，这个健保署啊，要依规定来行事，这个来把关，哦。那经过不断的改良和指导下，要公平公正。那我认为说，像这些就是受了自己惩罚，所有的这些药商，哦，那其实哈，因为我们希望每年健保都要付5000多亿，今天要是没有严格把关的话，那我认为说，可能二代健保以外，还以后说不定还要三代健保，那一直在追加。我想人民是没有办法承受的。以上，谢谢。谢谢林委员。登记国事论坛花园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现在休息。